想过，从今以后不再跟你有任何联络，不要再试着暗示我。后来你发现什么？不瞒你说，并不特别寂寞，接下来的几个周末节目特别多，偶尔会有人喜欢我，但并不代表什么。现在的我什么，认真的生活偶尔会难过，新朋友很多，他们不够了解我，问了太多，我只是微笑的带过。未来的我相信星座能预告什么，假设那么多，过去会不会复活，最好没有如果。几次风波，你不能再从我脸上读出些什么。要是赢的是越来越多，改变的不只是我。假设那么多，过去能不能